红枣哇，春风大奖哇，所有的茶点呢都是三黑茶会特别制作的，茶酥有六种味道，这个干也是自己制作的，不是的干，草莓干，芒果是我朋友家树上的，香蕉是我自己家树上的，那有三种茶，一支冷茶，第二呢给它泡雪梨的二茶，大家边吃边喝，最后呢大家运动我们就会喝一点传统茶，茶点餐盒。那大家吃不完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带回家。谁的？谁的？好，我说一下啊。我是一个很辛苦这么一生自己走过来的，但是我这一生中永远有贵人帮我，永远有贵人，而且无形中的可能现在我们信教了，就是讲上帝送来的贵人给我。我来美国25年了，就我50岁的生日的时候，我妹妹就过了一个。这个就是第二个生日。好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中文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有一些想通，有些事情我们会有短时的忧郁症哈，对某些事情的时候喝这个，这是我的感受，但每个人有不一样了，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去品尝。这个有一种枣香在里面，就是你那个香味还带着一种就是食物的花的味道。这个有啊，有小袋儿的，这个是什么老的？这个13块钱一袋。经验，快点分享。很解恨，你看到没有？对，银骏眉。这个品白茶就好了。对。你看这个 party， 从早晨一到晚上还舍不得走。这是刚才上午饭呀。赠送会员生日礼物。啊，这是茶，这是茶，还有呢。多味的，还有一个红茶，好，回去好好欣赏，边喝茶边吃。这些东西太精致，都不舍得打开。对呀，妞呀，看茶来，来哩！充电，他自己做的，小一点不能。